今天是2023年的1月4号了，这个甜瓜已经黄很久了，而且纹路也出来了，所以呢，实在是想给它试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了。给它弄下来，好 ，OK， 这个菜刀也跟着来，这里有砧板。来看看到底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不要滑走！来稳定，稳当，稳当！哎呀，来见证奇迹的时刻！哦，哎，已经好了。你看这个种子，它已经都很大了。闻一下香味，嗯，很香呢，很香了。这个应该是成功的了，这个刚才啪叽下去了，但是也没事。哇，看这果肉，主要是看种子就知道这个种子已经是很叫什么成熟的了。来，我试试看。哇，这个已经肉汁，哎呀，肉汁会好像会不会太软了，我吃吃看。等一下哈，我吃吃看。嗯，好甜了，好甜了，正当时，正当时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估计肉质会有点老化了。非常好，这是我们今年第一颗甜瓜，还扣下来吧，下面的滑走。